请问马老师，优药西怎么打索拉？对，索拉。What？ 对，太简单了。啊、还有对，对策索拉啊啊啊！对策索拉 ，OK，you go ahead，you use your 优势 ，OK， 啊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啊，首先啊，怎么打索拉？首先是可能你不太喜欢是索拉的 near， 嗯 ，maybe 对吧 ？You can maybe near something， right？对，这个可能尤其是不管怎么说，比如说你要block fear 啊 shield， 这个时候也可能他有 near 来离开呀，然后有可能这样来也是会有 near， 对吧？所以优势是一般是你是跟 Sora 打的话，不要太随便跳，对对。比如说这个情况这样过去，那就是是就完蛋，就等着。对，所以一般是优势是接近是 OK， 但是接近之后这样来，可能钓鱼它的内，因为游戏比索拉快多了，对，所以这个是很好的好的那个枪点。对，所以这个时候你是可以这样的时候，对，它是用这样，对吧？然后这样的时候你可以有机会，对，但是也不要那么容易，比如说第一什么的、嗯、因为 Sora 是可以直接防御，嗯，比如这个时候 one two three 这样就麻烦，对吧？所以一般是你可以再次一样的场合这样说 near something， 然后这个时候才开始你的心理战，嗯，对，这个时候你可能 Sora 是防御也有，但是你可以直接这样来，可以一直一直一直攻击，然后这个对这些都是都可以，对，所以就是先打的时候不要你开始打，嗯，对，有可能索拉开始打，然后你可以开始就这样、嗯、对开始攻击，这是第一个力回的基本的打法。第二个是尤其 I'm gonna throw you off stage 啊，对对，这个时候好多索拉很强的，但是你可以就直接闪避，对对，好反正他有，反正他有，先你用回墙的话，你先可能用up B fast， 对，先用上 B 来，然后就开始回墙就 OK 了，就蹭一下那个第二条。对，他因为他是用跳的话，他有这个来可以回，直接可以，他的那个攻击是没说没有没那么太大的问题，就是这个时候也啊。Go ahead. 对 maybe you can throw first 然后对这个来可以回墙，所以跳是一定要对保持，对就要保持第二，对保持第二跳，对因为第二跳有不是 invincibility， 就是最小霸体，最最强的那个霸体，对对，然后索拉也很喜欢连招，比如说下头什么的连招，下头哦下头，是是是，那个时候也可以试试是抓跳就 OK 了，一般的角色就拜拜，但是尤其是没事，对就真的对，如果他不用空扇也是我直接可以离开，对，所以你可以危感觉危险就直接可以这样来挂边下，对，这是跟索拉打的时候的，对，这样就完全离开，对。对，这个时候也可以，比如说他是 near near 也是啊 near near 也是这样、对，所以尤其是一般是被空中攻击的话，一下子你可以两个跳就先离开，对，但如果180%呢，马上使用就可以，但是如果你的80%应该90%吧，对，大概84%的时候不要那么下毒空杀，对，因为你看就是再次试试，对，然后我还会我不会把不会跳，然后集结就是可能他用风扇完了之后马上再次风扇过来，所以百分比差不多100%左右的时候不要那么容易那么着急跳，对对，百分比特别高的话你们着急跳，对对对没关系没关系，对，然后最后是中距离的时候，其实如果索拉是Thunder 的位置、嗯、比如说这个 Thunder 你可以试试，这个位置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来动、嗯、也可以，对索拉真的不喜欢，对 没办法，索拉就很难接近，
对，你看我就这样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对他那对对也没办法，对，所以就这个有点注意。但是如果这个距离的时候，可能 up B 不太好，对，这个距离，对，you can sound it， so OK， so 这个距离是我用啊 up B maybe。对，所以这个距离有点注意。对，刚你去想啊，这个对对，你看，锁了在你下面，你就可以对，就对，就这样。对对，非常非常强。对，我刚用空哎，因为第二条有那个八级，所以你用第二条空箱就可以了。拜拜了，我你看我空箱都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什么都没有用。对，所以就是索拉就要离开游戏。对，所以索拉其实不太喜欢游戏，所以你可能这个刚才我的基本的对策可能比较好的。对对。